拿完这款再进行封测的加油小店，5月3号，妹子最棒，上个名称。哦，可以创建角色耶，好可爱呀，好可爱呢，有各式各样的发型啊。好了，我们用这个吧，五官同色，服装养女儿进来，看起来品质还算是不错的。整理房间，清理杂物，点再来嘞！哎呀，他这个怎么会卡顿？我点了好几次哎，说是不删档了，但是他可能是边封测边修正嘛。这新手教学也明显有问题啊，他也不知道在教什么。他刚刚教我去弄那个需要30钻，结果他也没给我。啊，解锁了香菇啦。没法创啦。你好歹给我钻石嘛。哦，这个金币解锁就行了。木头餐桌也修理完成了，修理小推车，所以我要去砍木材吗？啊，到处挖一下好了，看有什么东西。玩家等级不足，8级解锁。哎呀，这个地方等级也不足啊！木头拿光光了，还要等2个钟头才会生成木材。我拿了5个木材，小电车也修理完了。感觉它算是慢节奏的游戏哦。香菇酱，猫咪，没有订单哎。那时候找到了香菇嘛。完成订单，取回金币。搭建。哎呦，这边好多香菇哦，它会越来越少。好，拿光光了。香菇架的话，要等3个钟头。木材等2个小时啦，寻找宝箱，这边还有木头哎、欸，
哎呦，50金币，那我是不是要订单赚钱？送货。稻米，好像也找到了。杂草，这里过不去，解锁。啊，这边就开了，继续清理。种植要等1分半，这里是稻田，等级不够，修理冰箱，有金币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啊。哇，我刚刚花了钻石买了一份水稻，靠腰。灶台完成，香菇烤串，现在做个烤串好了。扩建要等6级啊。收获水稻还有20秒，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地方好了。哎呀，开始有宝石了，越来越多了。花、木头、蜗牛，蜗牛我也拿到手了。烤串完成，我可以继续烤串吗？饭团。饭团需要稻米耶，好啦，钻石花下去了，速度速度，好，完成，继续种，再来修理电话，我的房间，我的家，越来越完整喽。哦，有电话来，秋善，他从国外回来啊，怎样，要不要亲我一下啊？饭团制作完成了没？这倒是没有广告哈。招待给秋扇。哎呀，加速卷用了。我们继续烹饪。上菜。上菜，他怎么没反应？我的酱好吃吗？其实还是有玩家的哦，其实这款品质是做得相当不错啦，啊，喜欢的话可以下载玩看看哦。那么其他地方像有工会啊，工会的部分应该就是社交的吧，还有商店，这后续会慢慢解锁的哦。好啦，本支影片就玩到这里咯，大家拜拜。